日本、加拿大、德国、意大利、英国、马来西亚等地参加世界乐器大赛，连获红章金奖，更是第一个在国际鼓号联盟中出场竞技的高中行进乐队。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建中乐器队的精彩演出。那是定位。然后忘记了。加油！Come on.
还有